帮助新竹家福中心的弱势家庭改善家计。新竹县政府就携手六角餐饮集团做公益，在县府广场呢是举办了爱心义卖市集，有叠杯挑战舞狮表演外呢，还有60个特色商品、二手物和美食摊位，义卖所得全数捐助家福中心。小朋友用手摇动竹琴，发出清脆乐声。县府携手新竹家福中心和六角餐饮集团做公益，在县府广场举办爱心义卖市集，吸引人潮涌入。新竹县政府结合我们家福中心及六角国际事业集团，一起在这里举办爱心义卖活动，照顾我们一些弱势的家庭。我非常感谢家福中心成立57年来对新竹县政府的支持，对我们社会弱势团体的照顾，更感谢我们六角国际王董事长他在竹北创业20年来对于爱心从来不落人后。现场60个各式特色商品、美食与慈善义卖摊位，以习物循环回馈等理念，有衣服、衣物等二手物，还有叠杯挑战、舞狮表演等。大肚国小、恒山国中和东泰高中组成的大泰山射箭队也到场教民众射箭，让县内1041户、1725位经济弱势家庭受虐及寄养安置儿童欢笑不断。小朋友买了立体灯笼，然后还有一些的那个乐高积木啊，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，而且都很便宜啊。这外面基本上要买都没有那么便宜的。对啊，小朋友可以一起来做公益，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小朋友也有去玩那个充气跳跳床啊，也是玩很开心啊，满头大汗的。对啊，那玩一玩肚子饿就也一起买个小点心给他们吃一下。我喜欢在气垫床弹。上面弹跳，然后那个溜滑梯也很有趣，又超快的。义卖所得全数捐给新竹家福中心，照顾弱势家庭与儿少，也帮助创业家庭能有贩售行销的场域，来提升家中经济，稳定生活。